我说，不要起来，起来，哦，你半暝甲乌骗讲啥啦？明天就要讲。这重要代志无问来应的啦。哎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啊！爸，你三更半暗困，是咧吵啥啦？我想去甲看麦去啊，你话要想要困啊啦？哎呀，你妈讲哦，你是去倒一个东叔伊兜洗身躯啊？是啊，我去东叔兜洗身躯。好，啥物人？ 叫什么名？电话几号？住在倒位？你甲我讲，哈？我都唔相信，我问问袂出，我去问看卖，问个清楚。爸，你别问东叔电话创啥啦？你怎啊要敲电话伊哦？怎啊三更半暝呢？就是讲，是即摆卡，我马上先去敲了伊个无。哦，爸，我拜托你别去拄我东叔好不好？你遮尔烦，我哪敢甲伊个电话互你啊？你莫话无要紧，我马上吼，我来公司坐了坐了问。 看虾米人，林小九就需要你送去等伊，过年要洗身躯。哎呦，好啊好啊，紧困吼！我想要困啊！爸，你唔免问啦，你若是一定爱在我就甲你讲。我伫咧水平道洗身躯的，啊，你敢有满意啊？你真正超过迄个老高因都甲我洗身躯。对，既然你这么知影。 我嘛无想要骂你啊！好，这老高真正是安怎讲？我有喙甲讲甲无烂，伊今即摆都唔愿意跟你说。哎呦，爸，我拜托你莫这样激动，你较做你的遐啦。啊，你也真正关心我，你都爱听我的话，你现在做出这种歹心地变计较的代志。爸，我只是单纯乱尔，现在你又搞我这样歹啊！ 规日讲破，我都是无你甲伊两个做伙啦！哦，啊，好啊，你连爸仔，我甲厝边的，迄个人要掀起来啦！哎，你无要困厝边，计咪搁要困啊？有啥物代志，明仔载再搁讲。马上就袂赴啊！恁家查某囝安怎讲，你无听着哦？伊讲，伊煞去死老家，要洗身躯，真正是乱来。我是倒来乱来啊！对，你无乱来。哦，完了，哈。 你这个劈腿啊！你这么跟你相亲的对象，你还搞我？我跟这死老狗，你还搞搞定？你还敢钓？我来讲，你跟你这么跟我渣男呐、啊！啊，查某叫啥？叫啥什么？哈、啊？我无。你两边拢跟你搞搞定，你还讲无？无无无无无！这相亲对象是你给他好歪，我无介意，妈妈怕他们跟伊搞。Jackie 我挺有感觉，我爱，我也爱到遐尔明显，我是倒位咧劈腿啊！这个较少年，条件嘛比伊较好真侪，你是倒位咧无满意啊？你是当作我坐菜市啊？看到水就坑你个哪来底哦？这不是满意不满意，这是介意。爸，我这么专情，你煞是推销，你就害我做傻女，就害我劈腿，你看会是无？你，啊，无你今日倒来。 你讲你对人家满意，你就讲白参，你敢听白参话啊？我只有给他讲嘛。阿好，你即马讲看卖啊？你还佫有偌济代志咧欺骗我？哈？你甲这个老狗狗到底安怎？无安怎？是安怎？是你家己自愿的，还是伊家过小酒？你讲我无，我佫无就是无想到你，你是不相信我？佫再讲啊！ 我拢是成年人啊，就算我发生什么代志，这嘛真正常啊。哈、啊，现在你嘛那想，代志你嘛知影，我介意上，你嘛最清楚啊。我告诉你，这手机的事情，别个甲我推销来推销去啊，我就天哪，你出去，出去啊！